你现在在干嘛？哦，我刚刚在帮齐波波跟齐妈妈搬东西啦。流了一身汗，所以刚刚跑去洗澡了。陈亮亮。哦，凯特，你等一下，不要挂哦。来啊。你要干嘛？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睡这里。这是我房间。什么？你的房间？这是我们的房间。喂，哎，哎呦！你干嘛关门？我们都是未婚夫妇了。你在害羞什么？啊，对，也该送酒杯了。我需要心理准备啊。准备什么？怎么准备这么久？你等一下。好吧，来吧。怎么会？所以现在要……哎呀！哦！我的妈！陈亮亮！这么笨！哎！凯特，这么精彩，你干嘛把它挂掉啊？哎呀！不要再听了哦！你想要你的隐私被侵犯吗？不想。你想要跟你女朋友亲的时候被看到吗？不要。对啊。那人家只是想学一下。海呀！我又错了。好了啦，给你亲一下。好。没了。没有了。我越来越觉得。后来有一点被虐狂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有哎，就是越看越像被虐狂，还好吧？越看越像，越看越像，有没有？不是这样，越看越像。有，波哥，超挺你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尊重的。闭上你眼睛，怎样？我忘记。今生才能有相遇，太熟悉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秘密。人来人往太拥挤，花开花败会可惜。哦哦哦